什么？22。两只，那个二是两只什么东西？两只狗狗。好，再来。这个超级贵。嗯。超级贵的。嗯，黄色的猫。好，阿祖，你来念这个，这边这个礼拜几礼拜几的念给爸爸听。七个会，这个一二三四，这个红色鸟。哦，是只红色的鸟。这个一五个半。五只粉红色兔子，阿叔，你来念右边这个给爸爸听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，那只乌龟。那个是小松鼠。这个叫做，你知不知道松鼠英文叫什么？叫 Bubble。 哦，好。那八呢？八是什么？8。那是八只什么东西啊？青蛙。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。八只青蛙。八只青蛙。哦。还有一只。一二三四。九只什么？九只老鼠。老鼠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阿祖，这边，你念礼拜几的给爸爸听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个鱼。10条鱼。这个鱼。好，阿祖，你来念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咖啡色。咖啡色叫什么 ？Brown。怎么拼？好，阿鼠，来，你来念这个给爸爸听。这边最上面的是什么？阿鼠，你念呢？那个是什么？这太阳。Sunday 是太阳啊。这太阳。好，再来呢。MOLLEY。那是什么？猴子啊。有几只猴子？哦，好。Monday 好像是礼拜一耶。Monday 好，那再来是什么？T-U-E-A-Y。 好，怎么念？Daddy's birthday。 T
Tuesday. Tuesday. 啊。这个宝贝有一一，这个宝贝一一二一 h e a y 宝贝一 d。这是 Thursday。这跟汤马士火车什么关系？哦 ，Thomas 也是 TH 开头的。好，再来呢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是 Friday。哦，好，那最下面那个是什么？是 H A T U R D A Y。Saturday。Saturday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嗯，你介绍完了吗？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只是阿鼠。弟弟阿鼠的。哦。弟弟妈呀，哎呀，哎，饿你去了。我不知道你的阿鼠去呀。你要干嘛？阿鼠去呀。哪一个是阿鼠去呀？